我叔已经坐上了，这是坐在啥呀？你叔？李浩洋，李浩洋，搁土豆，打点酱吃。好，快走吧，小墨迹。我墨迹。现在雪也化了，路不好走。这垃圾可沉了，里面有雪水冻上了，看见没？把家里的垃圾归置一下，倒到垃圾处。等上车，妞。好。这就是我们这春天的样子，水一化。正常走啊。难走不说，雪一化还埋了不拉胎的。雪一化，地都露出来了，牛都在这吃草的。下次少取了一个呀？不是，他分两次发的。买了点菜回去做饭，知道这葱多少钱一斤吗？我们到家了，开始做点饭。我在这儿就闻到山野菜的味道了。不好了，爷。啊。你猜买了这两根葱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你猜猜买了两根葱多少钱？两根葱几块钱吧？几块？3块钱，8块。这葱咋这么贵呢？8块钱，都没敢多买，就拿两根儿，买不起了。哎，买那捆儿的呀。捆儿的，捆儿的也不便宜吧？都不便宜。你说东北这物价为什么人这么少，物价还这么高呢？不是人这么少，人这么少，挣的还少，但是物价还特别高。这葱在我们家也就撑死就是2-3块钱。这两根葱8块钱，太贵了吧？真的吗？太贵了。13一斤，那么贵呢？我就特地问了一下，他说8块的时候，我就问了一下。你咋的？菜店买的？大宝家吗？2块多，这两个葱，去那东北没达到十。他家不，他也不讲价，咋哪有贵便宜这一说啊？嗯，别等了，先吃吧，不是饿了都。你要拌个什么凉菜？大拉皮是吗？家常大凉菜。做的可真快呀，一会儿就做好了。哎，忘了拌大拉皮了。这样泡米嘎嘎香是吧？今天做了一个柳蒿芽捞土豆，还有豆包饼，小鸡拌了个凉菜，还有点鸭货，准备开始吃饭。今天喝白的吧？行啊。东北小烧，咱家这块烧小烧的还不少呢。好了好了，来一杯嘛，这酒不上头。今天咋喝这么多呀？一杯不得倒满吗？就你吃这个东西都没有这个葱贵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我这么一兜买不了两根葱。我这么一兜3个鸭架加2个翅，完了才9块钱。两个葱说8块钱。八块钱。就是芹菜比肉贵吗？我尝一下柳蒿芽，柳蒿芽弄土豆。就整这点啊？这还不够吃啊？你不还有那横？还有凉菜不还有凉菜了吗？这一大盆。嗯，你要拌捞两袋，你拌捞一袋。你也没说捞呢。你都拿屋了。你说他俩不吃，你说他俩不吃，完了我就捞一袋哈、啊。你还怨我？你这一天呢，啥你都怨我哈、啊。不够吃了，有咸鸭蛋。哎，够吃，够吃。他吃完了，你一吃完了。要整一口啊？嗯，整一口吧。这个配这个酒非常的搭。少抿点啊。别喝太多，好了，得看着点你喝酒，你一喝上来不行啊。我其实不是那么爱喝酒，你说句实话。是，你也不会喝酒，酒量也不行。是，他们老说我酒蒙子。就视频里拍那一段嘛，人家看见了，人家肯定说你。是，我其实酒量不行。嗯，其实你就视频里喝那两口。喝一口也是的。这他也说你还能喝点的，剩了一口菜，还剩了一口酒，我吃了得了，不过在这占地方呢，剩下一口全干了，你挺饿呀。